伊已经十六岁啊，伊第一点要有感恩的心就对啦，感恩伊的师大人，感恩伊周围来关心伊的长辈，感恩来教养伊的老师，感恩啊按细汉啊到将时平平安安和大汉的生命，这是第一点，伊要有感恩的心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伊已经十六岁啊，伊要有担当的心呐、啊，比如做什么代志，爱先我想一下，通做唔通做，吼、哦，爱做对上无对家己爱负责任，吼、哦，要有担当的心。第三点就是讲，除了伊感恩担当的心以外，伊那有余力，要有帮助啊其他的人的心，关怀整个社会的心。哦，这是咱今年啊，咱。第下隆重已经十八年来办这个安平天后宫做十六岁，最主要的意义，让囡仔知影要安那做十六岁，伊要安那去成长，伊的路要安那行，这是咱上重要的意义。这是我们的安平古堡在这边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对，大多啦，总干事讲吼，为着要让囡仔吼，知影讲吼，咱来已经十六岁啊，是大人啊吼，安那让因去。搭迄搭吼，阿伯咱的王城吼，相信在其他的庙宇一定没有这个，因为全部的庙宇吼，全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，就只有我们安平区才有吼。然后我们也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庙里面做这些鼓励的活动，我们都走出去了，还有跟其他的庙宇做结合。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的安平古堡在我们安平就在天后宫的附近。所以呢，希望其他区的小朋友想要做16岁的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名额可以容纳黄总干事讲吼，依照报名吼，拢差不多8几个，今年嘛是哦，因为即摆少子化吼，要有遮侪吼，实在是无简单。